哇，越跑越快啊，何洁在最后是完全冲刺了起来。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成绩。恭喜何洁啊，恭喜何洁获得了我们冠军啊。啊，对，在今天的这个全程当中，这四个人都是一直保持在一起。是的，而且有沟通，有交流。这样是不是也是选手之间的一种相互促进？是的，我们说积极的一种促进。哇，越跑越快啊！何洁在最后是完全冲刺了起来。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成绩。恭喜何洁啊！恭喜何洁获得了我们冠军啊！同样也给屏幕前的一些弟弟妹妹们想对大家说，相信我们中国运动员，相信我们中国人，怎么讲，可以去崇拜他们，但是请不要诋毁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努力，我们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，中国人怎么讲，不争馒头争口气，干就完了。啊，这边呢，女子这边何引丽正在超越非洲的选手，她是今天有机会，看起来有机会去拿，全马的女子的冠军，因为现在呢，她应该就是在第一集团当中。这非洲选手加速了，这后边拿红旗就别追了，根本追不上，真的，就别追了，真追不上。在向前追赶啊，希望能够追上何引丽冲刺的速度。当然何引丽这已经是在完成了一个近40公里的比赛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确实，他这时候是对于他来说拼比赛的冠军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时候正在咬牙坚持，这个场外因素的干扰是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。你看这节奏一下乱了，稍微有点乱的时候，这非洲运动员就开始加速了，因为他确实有优势，他步幅大，就在这种拼短距离冲刺的时候，他步幅大的优势非常大。这就最后啊，有一点，这太可惜了，今天可惜了。何引丽是今天几乎就可以去触摸这女子全马冠军了。